河南的早晨从逆时一根油条开始。我要一碗胡辣汤，一块钱的油馍头，一个馅饼，一个豆腐馅的包子。这个胡辣汤看着就可正，他家的馅饼都烙得金黄酥脆。韭菜鸡蛋馅的，他家的包子也是1块钱3个。好喝的嘞，里面有木耳、花生、黄花菜，还有这个应该是面筋吧。放点醋，快吃快吃，今天干吃。这个形状的是肉馅的，也是1块钱3个，花生的很。1.5块一个的油皮大包子，怎么看着大大爽。里面的馅好像在吃麻婆豆腐。这个小煎包，我小的时候它1块钱5个，后来1块钱4个，现在1块钱3个。但是在市区的，比如说郑州啊、芝麻店呀、我咋又说家乡话了？他们可能是1块钱2个。太香了，需要这么大一个包子，才1块5，里面还有肉馍。这个胡辣汤超级无敌暖胃，在河南随便找一家早餐店，人比较多的呀，他们卖的胡辣汤都不错。这是小二对吗？其实我不太分清，他家没有啥太别的名字，就是一个叫啥粥铺。为你们一个又又又的煎包，里面是细粉肉的，夏天喝胡辣汤就是太热了，走呗。